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赖老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就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那天气节手游台服官方，那在12月8号晚上6点的时候呢，更新了本周的内容。那本周更新内容是限时活动《迷失之音》。那《迷失之音》里面呢，你可以看到那个白婉的故事。仙羽超，然后另外一个我记得是古伦德吧，对，我记得是古伦德，这三位的故事齁。那在里面可以操控仙羽超，可以让大家稍微体验一下仙羽超的这个技能齁跟手感。不过仙羽超在这个活动剧情里面呢是一个铁位齁，铁位。好，那大概是这三位的故事啊。好，然后一样是从阿良去贯穿这三位的那个故事剧情齁。那活动期间呢，挑战积分跟就是挑战赢得积分之后，可以兑换一些道具哈。我记得没有比较好啦，就是一般的材料啊，石之印、灵陨石等等而已。好，再来啊。不过如果大家如果问我说要先兑换什么，那当然就是灵陨石、石之印、太玄石、石髓这些都要啊，这些都要，因为后面超级缺，超级缺。那开了一个。新阴灵的卡也不是新阴灵啦，就是之前的阴灵的不同组合，那是风铃声跟羽潮龙。那如果没有这两位的朋友们可以去抽一下。那基本上呢，如果你这两只都没有的人，你各抽随便抽到一只我都觉得还算不错啦，好不好？那如果没有风铃声的人，那这个卡池是可以考虑抽一下。然后再另外一个就是玄机的泳装造型啊。那这个泳装造型，其实这个泳装造型之前在 NGA 的时候，就是仙剑联动的时候，这个时装原本是要给赵灵儿的，原本是要给赵灵儿的，然后好像是原厂不同意吧，然后就改成给玄机了。那这个时装我是觉得蛮漂亮的。那这要多少钱啊？全新限定外观限时上架，感觉是最贵的那一个。欸，我有点忘记了，要再看一下。好，那基本上就这样。玄机这套是不错啊，但是据说原本是给赵灵儿的，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《仙剑奇侠传》联动即将到来啦。好，那再来是礼包的部分哈，我看一下礼包，每一次都令人失望。每轮免换礼盒，那购买后可以获得外观券128，实际四个。铜钱两万，那870块，购买之后呢，可以再赠送210个十字金，好像还好，对不对？好像还可以，对不对？好像还可以。那鸿蒙化运这个是1690哦，哇，这个好贵哦，这也太贵了吧，这个完全不会买，就不用买啦，我十字金500个而已，不用。然后再异常修复部分剧情跟文字繁化异常。哦，那这次的战斗剧情的速度还是没有加欸。战斗的部分还是没有更新加快。目前就有三个只有加快。不过在入服的时候已经有把战斗啊的那个速度已经加快了。好，那我们期待一下下一次的大改版会不会把这个战斗速度给调快。好，那本周就是这样子，新增一个迷失之音。那迷失之音我觉得还蛮有趣的，喜欢看剧情的朋友们可以认真看一下，好不好？那大师的影片已经录完了，那有空的人，如果你不想打、不想看剧情，都跳过的话，想补剧情的话，可以来大师的频道搜寻迷失之音就找得到啦。好啦，那本周的情报就到这边啦，喜欢的频道就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。记得追踪我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，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